学的朋友当中就要有一个这样子糊涂蛋，对不对？然后其他的朋友就会包容，而且他们好可爱，很少听到。其实也已经很久没有看他们四个人这样站在一起，然后聊彼此了。林奈斯也没有说，言承旭， Jerry， 言承旭。Hello， 天哪，小孩子气。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没讲完。到小男人气。所以你觉得他现在从一个我觉得他长大了，哦、对对，成熟了，小孩子变成小男人，就有点像一个叔叔说的话。那可这就是这不管怎么样都是很挺，对啊，还是会传简讯。然后虽然他在气我的时候，还是会传一些简讯，嗯，关心我，所以就他一，我觉得他这一点。长大了，连里面都是哦，所以平常都还是会有联络啊，什么互相关心一下，对不对？范仔仔，今天天仔还是那个天仔的衣服很配啊，一样吗？好像不太一样。夏天就永远肩膀上有那个最窝心，有真的，我应该可以跟大家保证吧，就是说我们。除了四个人一起的工作之外，我们各自有各自的一片领域嘛。那有时候比如说新戏啊，或者是新片在发售的时候，Jerry 都是默不吭声的那一位，但是呢，花一定到，祝福一定到，所以这一点他是真的很热心。对，可能不能再讲他太多，因为我觉得他眼睛就没睡饱。Vanessa 啊，他是永远的体态先生。我本来想这样讲，但是我现在想说他大嘴巴。刚才给你结果嘞，结果嘞。好有默契哦！哎，我们就是想要听爆料。啊，不能这样说我嘛，对不对？大过年了，还是祝他蛇年行大运。对，但是我觉得。说实话，这么多年来，不止刚才私底下我们工作人员见面的时候，其实也一直在讲说，其实觉得最没有改变的是 Vanessa， 因为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我们四个里面最积极在面对工作的人，很清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是什么，而且绝对不会放弃。大家知道 Vanessa 是。在国外长大的小朋友，然后小朋友，这样讲完我比你大哈，但无所谓啊，过年嘛，对吧？过年在美国长大的，对，所以你知道要他用中文打简讯拼中文字是一件有多么困难的事吗？但是他学会了。就为了给你们发简讯，好骄傲，真的学会了，然后而且真的看得出来他为了要好好研读剧本也好，然后好好在把以前他自己可能在起跑点没有办法跟人家竞争的这个中文这一点，然后去弥补，而且弥补的比我好。好谦虚哦，所以你看到了他的努力。对，所以我真的挺开心。这倒是真的，因为 Vanessa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四个里面最吃力的一个。对。那剧本都要我们帮他看、写拼音什么什么，但他真的发现，他真的亲自发简讯给我们的时候，都是用中文。然后我一开始是，我刚刚才问他，我说你上次发那是你吗？我没回，因为我不觉得是你。你以为是他找人代发？对，就他说是我呀，我用拼音打的。我说那我真的是太高兴了，很感动，很感动，替你感到骄傲，真的，谢谢。所以我要说一说夏天，我知道我变胖了。没有，你现在反而瘦了，对啊，瘦了，我才敢讲。我觉得笑天依旧是他只等待换他瘦呢，我们四个里面最有想法，真的，他最有想法是指我觉得他的生活态度很正面，
他对于生活这块领域，他自己的私生活跟工作他分得非常清楚，而且他自有他自己一套的生活模式。然后像我的话我可能就满脑子只想着拍戏，就只会拍戏了。那孝天他会很多东西，那作词是本来他就会了，然后自己写歌，他烧了一手好菜，对不对？做菜也会。我怎么知道？上次我们一起去他家，被人家爆出来。然后还有他自己对于演戏他有更大的一个梦想跟领域，他就是你最近想要去学做导演吗？我想做导演。哦，要当导演？哇，那就导一部 F4 的电影啊。我觉得这个人很难搞。有就从今晚开始，纪录片就从今晚开始。因为他之前是有跟我们提过说，就是想要导我们似的，但无奈就是资金没有办法凑足。哎，好像你的嘴巴也不小哦。我开玩笑的，你开玩笑。好，所以仔仔的这个真情告白，接下来呢，要到一直没有睡好，感觉眼泪一直要夺眶而出的言承旭。其实刚才仔仔有先说到，暴龙说他很窝心，然后兄弟的戏他会很捧场，会很支持。其实我刚突然想到，不只是兄弟的戏，在华语电影真的是越来越受到一些外文电影的冲击的时候，总算有一部大片《赛德克巴莱》的时候，你知道，我就听我的朋友另外一个电视同行说他们听说言承旭为了怕内地的观众朋友跟香港的观众朋友不了解那段物色的历史，他愿意就是用最基本的那个飞机票，然后不让带助手都没问题，他自己要飞到外面去帮蔡导去加油打气，去站台主演。他都是很重感情的。来，言承旭。先说仔仔好了，因为我觉得他是四个里面，我真的要哭。其实我最羡慕，因为觉得他真的就是大家看以前到现在，他是变最多的，然后最有男人味，就不像我，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到现在还是就是，奶奶都要飞上天了他，为什么？然后他那时候我记得过年的时候他拍那个电影《天生一对》。我还特别去支持，然后我在那个他的电影看板上拍照，然后我传照片给他，但是他都不理我。但就是真的就是一路上看着他，我觉得他的表演很棒，然后很替他感到骄傲，真的真的。他不理解的那一刻，你想哭了吗？懂了啊。我发觉仔仔好像是里头最宅的耶，哈。对。你该不会现在连手机都没有吧？有手机啊。哦。3G 的东西还是会。没有用，他不接电话。对呀、啊，等于是没有、啊。我打10通，他接1通，我说我要去还愿。好好，那觉得吴建豪呢？跟那首，跟那是，算是跟我心里面很近。就是我们还是会常常，就是他会关心他，然后他也是会找我们大家去他家聊天，然后聊聊我们就吵起来。对，然后他，对，就像仔仔说的，他真的很幸福。有时候想一想，一个算是那时候来台湾，然后什么都不熟，然后看那个剧本还是什么的，然后那时候都觉得说他。那时候不懂他那么惨，他惨了。对，然后现在就是后来这几年我才知道，那时候他其实是我们里面算最努力的吧，因为他要克服的障碍比我们还要多。然后可是他又是最乐观的，因为每次我有时候看到他，就是我比较容易就是比较没有表情，他就会觉得说为什么都那么慢热。我就说我也不知道，有时候大家好久不见，我就很容易。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就会第一个就是大大的拥抱，然后我就说他是我的小太阳。小太阳，哇，难怪今天一身红啊，小太阳。那孝天呢？
夏天哦，夏天有好多话想跟他说。他居然抛媚眼，是在台面上说。然后我记得他今天就是一见面，然后他给了我那个红包，然后我其实我蛮讶异的，因为我觉得过去很多时候我亏欠他，真的真的，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其实我们四个如果以年纪来看，我其实是年纪最大的，可是其实以心理层面来看，我觉得我是最幼稚。然后孝天其实是我们里面就是反而他是最成熟的，就像他。你看他会烧菜给你们吃，然后他会照顾我们很多事情，可是可能因为那时候经历太多事情，然后坦白讲真的还没有那么多经验，面临到那么多的很多事情，包括我觉得我们旁边很多人会有很多耳语，说真的那时候很容易被影响，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知道那时候他已经跟我相处他很幸福。然后我觉得你们今天在舞台上都好坦白哦。没有，因为我认为，对啊，我是看得到他的改变，跟像他现在就是练的太极，我觉得他帮助他其实非常非常多。所以你也想要跟他小小的道个歉，就是你自己以前的这个可能比较像小男孩的那种脾气，好像要拥抱了。对呀、啊，一定要的。其实好兄弟之间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啊。我是这样子，因为呢，其实刚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太晚了，你们在说什么呀？很多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我在顾着他们，包括你他这样封交，我已经习惯了，我都出门前我就是哎玩了四个人，我就拿了四壶就放在你封交啊，封交我们唱歌的时候喷喉咙，帮他们照顾身体，对，然后像现在是不用，像最早以前我箱子里都还要带着干就新的内裤或袜子都帮他们准备一份啊，就怕谁没有我就会拿出来这样，所以其实最早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你本来都不太洗内裤了，对，真的。然后我刚刚有说嘛，其实我说为什么杰瑞说闷骚，因为我跟你讲，我跟他同一个星座，我很了解，我比他还骚。但我觉得杰瑞是这样，就是其实他应该把心里面很多东西要放出来，然后大方的放出来，把自己想法放出来，就老是说在那边，然后帅一个帅哥整天在那畏畏缩缩的，对不对？所以你应该很就是很勇敢，对吧？我觉得你们是。真的很好的朋友，因为只有好朋友会这样子了解彼此，也只有好朋友呢会包容偶尔的放鸽子，也只有好朋友呢可以这样子记得过去的点点滴滴。所以今天四个人站在台上呢，其实大家都可以感觉到你们成熟了，从不能说，应该是说介于男孩跟男人之间，就是那时候流星花园的时候，到现在真的是男人，然后站在这个舞台上兄弟的相聚。不过我觉得也有很多的粉丝们会很好奇你们的幸福。啊，这么关键的地方，就一直在想说雅姐的性格这个问题，她不可能不抛出来的。哎，我不是帮我自己问，我是帮这个广大的粉丝们问。我觉得既然他们都这么了解彼此，我们也不要去问说，哎，你的女朋友是谁啊？你女朋友是谁啊？没有吧？我觉得先让他们彼此来说一说。什么？你们今天已经给我爆了很多料了耶！我好担心待会有一个人说出“柳汉雅”三个字。我刚才已经吃过某人的菜了哈。没有，要让他们彼此说说呢，觉得他们彼此。